迎收看家乐福新品报报，我是特派员江蜜，想品尝异国美食的通通看过来，千万不要错过11月3号到11月16号家乐福吃货欧洲，不论是甜点、主食还是美酒，丰富的异国美食等你来尝鲜哦！别忘了搭配5倍券一起使用，一站购足零食日用品超划算。双十一狂欢购，连续14天线上线下同庆，家乐福线上购物双十一狂欢购，早鸟疯抢1元商品，满1111元现折11%，另外还有 iPhone 13等你抽哦。实体卖场也有惊喜价，会员购买指定商品还享红利点数11倍，超狂优惠等你来抢购。漫游欧式美味，家乐福自由进口品牌合法送，和法国在地生产者合作，用传统制法提供高品质的法国产区特色美食。必吃的还有这一款来自法国的冷冻甜点，视觉味觉双重享受，只用简单加热就可以在家享受到法式甜蜜滋味。味旅意大利，多种造型颜色的意大利面，不止美味更吸睛。 Witters 巧克力，友善环境，使用雨林认证联盟及公平交易认可的可可，还有 RSPO 认证的棕榈油，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要为地球尽一份心力。逛家乐福来趟欧洲味旅飨宴，英国必买传统甜点橘子巧克力，还有热红酒香料可以自己 DIY， 德国经典哈瑞堡软糖新品上市，让大人小孩都收服，西班牙进口猪耳果汁，可丽饼预拌粉，点心自己做最美味，会员单笔购买指定欧洲州主题商品，满499元即可以29元加购 DiCicco 意大利面酱一罐哦。来家乐福冬令进补，补冬补嘴空，多款羊肉炉、肉骨茶细粉、牛肉面，让你暖心暖身又暖胃。买柳丁还能帮助抚育蜜蜂，蜜蜂的授粉除了对花朵来说很重要，也和果蔬的结果息息相关，减少农药的喷洒，可以让蜜蜂更自由自在地穿梭在果园里吸食花蜜，帮助授粉。虽然柳丁的外皮不再橙黄漂亮，可是减少农药的用量，可以让我们吃得更安心。家乐福文化艺术季，11月19到21，邀请您来故宫南院北侧草坪看剧团表演、逛市集。喜欢今天介绍的什么商品呢？品尝异国美食，千万别错过家乐福吃货欧洲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留言哦！家乐福新品报报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